起拍价50万，每一次加价不低于5万。现在开始，80万，100万，100万，还有没有？100万一次，100万两次，好，150万，150万一次，两次，3次。 成交！早知道我就把你的古董拿过来了。那你拿了什么？别忘了，一会儿我的拍品要是没人举牌的话，你一定要举哦，好不好？你又不差钱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问题是我很怕别人说我选择拍品没有眼光。 善最重要了，拜托拜托，我以后绝对不再逼着你吃蛋糕了，拜托，帮帮忙！80万，100万，除非你愿意答应我一件事。150万，好，150万，200万，250万。 丝瓜，当然还有，除了这个丝瓜，这一幅是田小姐的恩师，著名的国画大师杨浩先生早年的作品，也一同来拍卖。两件展品，一块来拍。起拍价9999，现在开始。 有没有加价的？我那画的发育不良的丝瓜竟然被你抬到了80万，以后要被别人买走了。那个月大头今晚回去一定要跟搓衣板了。<笑>不是你画的黄瓜值那个价钱，是你老师早期的画被我抬到了80万。是丝瓜，丝瓜，可以啊！你们俩今天演的这出双簧不错呀，小芝。 明天新闻的大标题绝对没问题。大家都是为了献爱心嘛。不过那位先生那么喜欢，我就成人之美了。<笑>为了诺贝尔好闺蜜奖，是不是拼了？绝对拼了！耶！<笑> <Yeah! 笑>视频一下。演技有进步呀，你看不出来。 怎么样？诺贝尔奥斯卡都没问题，必须的。以后，萱萱，嗯，能请你好闺蜜跳支舞吗？当然可以，请吧。谢谢。哎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哦，你怎么回事你？对不起啊，啊？没事没事。 我去洗手间整理一下。没事吧？薛妖怪呢？该死的薛妖怪去哪儿了？该死的薛妖怪，我跟他说了不要到处乱跑了，三岁小孩都听得懂。啊？ 丢死人了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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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可怕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先生，这是您的车吗？不是。我孩子发烧了，怎么办啊？这车又停在我前面，急死人了！这，快一点啊！你快点过来好不好？快一点啊！要帮忙吗？啊！少林寺待了几年，总算没白混。行，明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别客气。薛先生，你去哪儿了？田小姐一直在找你。哦，刚才有辆车挡在路上，我去帮了个忙。哦。小侄呢？刚才服务生不小心把酒洒他衣服上了，本来我想让一个女服务生陪他去换衣服，但是他说他一定要找他。薛先生，你。哎，薛先生，
你烫伤了，还吸入了毒烟。不行，我会暴露自己的。记住，我是自己跑出来的，你是在门口发现我的。好吧，但是回家以后。知道了，回家给你亲。那不是亲。